的身体不知怎么的老是不舒服。听众朋友下午好，我是尼古丁医生，今天和您谈谈健康问题。您吸烟厉害吗？您的舌头变粗糙了吗？您的喉咙发痒吗？您的心脏跳动正常吗？朋友，如果是这样，您最多只能活两分钟，除非您马上戒烟。现在您必须马上索取我免费赠送的戒烟秘方一书，地址在田纳西州烟雾山烟草路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快点，赶快去，快！戒烟良方，太好了，我正需要它。如果想戒掉吸烟的习惯，就必须吃新鲜的乌鸦沙了。啊，这个方法真不错。接个火，大哥。谢谢大哥。乌鸦。如果想戒掉吸烟的习惯，就必须吃新鲜的乌鸦沙了。我想他一定是吸烟上了火，我想肯定是的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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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说你必须戒烟？也许你抽的烟太冲，不信你试试我的。可能是吧。先吸一口我的烟。再吸一下你的。现在感觉两种烟有什么不同吗？你的柔和一些。完全正确。我还是想吸烟。我说大哥，如果真想戒烟，只有运用意志力了。意志力，试试看吧。现在你必须不停地说意志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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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可以最后戒烟了。意志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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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意志力。祝贺你，大哥，你成功了。我是一个流浪汉，四海为家，漂泊不定。我是一个流浪汉。戒烟要吃新鲜的乌鸦沙拉。